交换换 ，Let's go！ 哎，瞧着，你好。开什么期望？继续玩呗！陈征，你少跟我动动脚的！这玩意儿没有病吧？玩不起是吧？玩不起就不要来轰趴！对，我就玩不起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干嘛呢，金宇？陈征，这是你带过来小姑娘是吧？你现在的口味真是越来越差了。怎么说话了？说话注意点，玩你的！哎。亚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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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去？那个人我都帮你解决掉了。喷我？不是，你也够猛的，一杯酒给人家泼够呛。不愧是我陈征的女人是吧？面具趴好不好玩？刺激吧？是啊，特别刺激。戴上这个面具以后，所有人都不认识你，你可以跟多个姑娘在那蹭来蹭去，多刺激啊！啊，多开心啊，对吧？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我不是看你最近工作生活压力都太大了，想带你过来放松一下吗？那面具趴只有戴上面具之后才能释放真实的自我。你就说刚才那就是真实的自己是吗？我以为咱俩在一起以后你会变得跟原来不一样，怎么还是老样子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要不喜欢这儿的话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玩啊。玩？你脑袋里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玩啊？你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就是这样随便着分享着玩吗？那当然是要分享了，我要跟他们讲你是我的女朋友啊。陈真，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儿谈恋爱只属于两个人的事儿，不是你习以为常的多人娱乐。如果你喜欢众多姑娘围着你，那是你的事儿。我就想让我的男朋友紧紧的拉着我的手不放。你懂吗？拉住了。刚才在舞池，你已经撒开了我的手，现在再拉都没。够了吧，陈征！我不想再玩这种无聊又没有节操的游戏。我只是想过回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。咱俩到此为止。你跟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要跟我分手对吗？为什么我们两个谈恋爱总是要藏着掖着的？我这么见不得人吗？分手就分手，谁怕谁啊？